下面给你吃，你妹妹也饿了。你们现场的有没有想要吃郭靖的下面？我刚刚有吃到他下面的鲍鱼，对，好好吃哦。郭靖招供老公想找郭子乾借款，丢丢妹狂怼他下面鲍鱼好好吃。老定久了卡，郭靖的川卤店麻十七十七号找来丢丢妹担任一日店长。话说啊，小编也跟丢丢妹赶快都是听郭靖的歌长大的。我们国中的那种学校，然后不是有那个广播吗？都在放他的歌，哎，午餐的时候差不多啊。你会讲话，出去广播播什么广播的天亮，下一个天亮，而且整整播了一个小时，会不会很腻啊？我们学校为什么要这样？当年那不晓得有多少笑脸给，失恋都靠郭靖给他们下一个天亮，然后丢丢妹算计自己的恋爱次数。应该有哦，可是那种学生储存的那种，也有是已经对。所以你现在有惊讶一下，所以你次数很少。没有，看他怎么算，因为他刚刚说就对啊，也算进去，那我也对啊，就是纯纯的爱歌。你目前有多少？真的吗？那你演艺圈最欣赏谁？就像我是欣赏苏建之嘛，以后的老公的幻想性幻想对象。啊，不要害羞啦，真的。如果是老公的话，对，老公。老公的话，可能会像罗格讲的那种，多点钱吗？跟一个人交往会等于跟很多人交往。哦，我觉得你应该要透过，就是现在媒体都在嘛。哎，有人要娶郭靖的吗？这么直接，就是从交往开始。不用嘛，因为你那边犹豫东，犹豫西的，是不是永远单身？有没有想要吃郭靖的下面？想不想？想，两百块给我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不开心，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，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